呢间屋有少少特别噶，就400尺，业主就拆晒所有间隔，变成一个开放式嘅单位。我装修你中唔中意？我哋睇下入门啊，业主做咗一组大柜，好多收纳功能啦，摆鞋啦，摆电视啦，摆其他嘢，仲有个衣柜位去挂啲衫。业主应该系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住嘅，然后专哥嚟浴室就简单企理啦，冇窗嘅，用按摩浴缸都几享受。厨房就 L 型嘅，行机就用加劲梁，都几高级嘅配置，略为旧少少，但有得执嘅伸缩水龙头，业主都几等本。转过嚟呢度就有厅同埋房嘅位置，呢边就系厅啦，一个横厅间隔，呢边我自己会作为房啦。你见到厅同埋房系连贯晒嘅，系冇间隔墙嘅。呢边又可以摆柜啦，摆衫啦，正常要封起佢就喺呢边做个间隔墙，咁呢边就可以做房啦。旁边有个角窗都望到一个海景，同埋望到中环中心，考间嘅伤心地。露台都几大，喺香港地或者中环上环嗰啲，其实有好多楼都未必有露台，而呢个有咁大露台，望出去就山景，再望埋前面嗰个海景向北嘅，然后仲有啲窗台位可以俾你休憩区，而业主都尽量用晒所有位，呢度都摆咗啲柜。简单嚟讲，呢间就400尺，价钱就佢开850。位置就系骏贤居，位于上环荷里活道108号，发展商系恒基，2006年入伙，有两座 tower， 提供388个单位，可以行到去上环地铁站嘅，不过有少少斜路。综合所有因素，850万，你觉得佢有冇卖贵到？欢迎留言我知。